大家好，我们是匍匐前行的麻原诗人。我是恨不得再录一次《御下四》的主唱普果。我是变化多又高调的纪雷。我是减肥减一半的苦走凌霄。我是想把泸沽湖再团一遍的小强。大家好，我们是一支来自云南的麻原诗人乐队。乐队的夏天台班炸了，麻原诗人第一赛段后采。麻原诗人御下三一v一短兵赛打板。麻原诗人一v一晋级打板，后采打板。我们是麻原诗人与万里达超级组合。麻原诗人我从哪里来主题赛前采打板。我们从哪里来，文玩有开头有用到一个少数民族的歌谣，正好呼应了我们从哪里来，也就是说我们吉他手小强就是傈僳族。麻原诗人月下三经典 OST 短兵赛打板，前采打板。麻原诗人月下第三季最后一次后采打板。打完这个板现在什么心情啊？哎呦，真的就结束了。反正我觉得这三个月还是有好多东西会写进未来的音乐里，包括未来专辑里，有好多我都想好名字了，比如想要玩具的孩子啊之类的。想要玩具的孩子是谁？就是我们吧。玩具就是那个我的奖杯啊之类的。本来是没有遗憾的，但真正坐在这里的时候，怎么感觉好像第一轮被淘汰掉的感觉一样，就这种感觉。小强呢？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今年有心思全部在月下的。不对，我觉得不能这样改，大哥，这种不对的。那就留着原来的吧，啊，原来的吧。有可能现在去掉前一人生 double 去掉一段，就是那个伴唱是吧？嗯，对。哦，不好意思，老师，刚才的音色是这个。然后还有其他音色吗？其他音色是这样的，就是主播。OK， 嗯。啊。现在，然后现在月下结束了，不知道自己的心思该放去哪，可能就只能放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部分了吧。想说这一切恍若一场梦，虽然没有进前五，但是收获还是更多是喜悦。就收获认识了很多朋友，吃了很多盒饭，还认识了 PD、 化妆师、灯光啊、音箱，就仿佛让我开了眼界。中国还有那么优秀的团队，能为我们服务，我们这种小乐队服务，真是受宠若惊啊！真是一场梦。就还记得为什么来参加月下三吗？我们当时来参加月下的目标，其实就是想向同台的所有那些乐队学习。我觉得我们在二手玫瑰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要和观众互动，在舞台上你不能是从上往下的，而是一个平等的交流互动的一个气氛。然后正音玩具，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克制。音乐是可以往内收的，同时而且他们能量还很强。然后还有 Noaha， 我从他们的主唱冯海林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叫做用生命去演奏。然后从瓦伊娜身上也学到了返璞归真，他们用最原始方式，但是却依然能触动到人心那份美好。从安达老师身上学到了原来很震撼的东西不需要用吉他很强的失真，他们用原始的一些乐器依然可以做出万马奔腾的感觉。学习到了我们所有缺陷的地方，这是非常宝贵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好像真是整个月下三里面的乐队里面比较幸运的，我们也收获的赞誉
还有售后的盆丁也特别多。就是我们月下三部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以后有什么方式能回报，只有一点一点的弥补，也许才能弥补我们所有的短板，慢慢的成为一个更优秀的马原诗人。然后希望米味和月下这个品牌能坚持下去。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月下这段旅程，你会觉得今年夏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夏天啊？是一个求是的夏天。就是求我本事，就是我们这次通过月下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一个心态问题啊，我们要做音乐做什么样的音乐，自己的不足就求事实的根本，音乐的根本就是音乐的根本，音乐的事实还有我们的事实问题。我就觉得好像经历了一场从天晴到风雨交加又到天晴，就是不停的转变的一个过程，一个夏天。我的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我们经历过了天堂，我们经历过了地狱，我们经历过美好，经历过伤心，也经历过开心，也经历过那个苦笑。然后从最开始泸沽湖我们得分并不是特别高，我们看一下马原诗人的票数，然后到第二轮我们被逼到角落，觉得完蛋了，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能怎么去外面打，我真的一下子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成功的晋级。麻原诗人231，麻原诗人5票胜出。然后跟女生合作，然后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这样的，昨天晚上万妮达的嗓子失声了，然后呢去医院检查过是急性喉炎，然后一直在吃药，然后一直在做雾化，但是现在情况早上4点多钟还不是很好。把手放开，就让命运带走我。之前万妮达的嗓子恢复了一些，他觉得如果往后放，争取做一些雾化和吃消炎药的时间，还是可以唱的。但是我们很好解决，然后到最后一轮，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就每一轮都很艰难，但是每一轮我们都努力的去做好，然后成绩也在眷顾着我们，然后就是这个心情跌宕起伏。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还会选择来参加月下？再一万次都会选择。会啊。有没有什么想给月下三说的呀？有给月下三说什么？这是全国最好的节目。大家都说我真诚，我觉得月下三才是真的真诚。在这里一切事情都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别人。真诚的节目。对，真诚的节目。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我是3月1号在米味的2楼的会议室。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是皮子。我是姚氏剧院主唱皮子。还记得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情形有什么想说？我其实肯定从你们还是或多或少会对这支乐队有存在一些疑问，或者说存在一些担忧，我们这支乐队到底能不能完成这样大的舞台？其实我站在舞台上的每一场，心里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让你们，几部分人觉得你们的选择是没错的。到目前大家在月下的旅程就真的结束了，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那以后肯定这段时间是真的刻在脑子里一辈子的一段旅程经历吧。哎，如果我之后月下再做第四季的话，会不会像生完然后9年制那样回来再演一次？想吗？预留个名额啊。他肯定想呀。OK， 还有没有复活赛？我还想要个复活赛。古果呢，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月下是我们音乐生命旅途中一座站吧。我们在这里加满了油，积蓄了能量，只有不停的出发，向这美好的前方前进，才能让所有期待我们的老师，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才能对得起他们。那正式和乐队的夏天告个别吧。哎呀，我不想告别啊，干嘛呀？不是我，这不是告别，我们今天只是暂时的离别。我觉得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如果以后月下四，真的有月下四、月下五的话，哪怕我们，只让我们来参加第一轮就被淘汰，绝对被淘汰，我也愿意来。再来。小林呢？我不想告别。哦，为啥？我真的不想告别，我很难受，你不要讲这个话题，我受不了，我不想告别。下一位，为啥？就是不要说，就是很难受，就不想走啊，不想告别嘛，就不想告别嘛。再住两天嘛，就很怀念那个舞台，就还想再上去演，就想一直在上面，然后想看着下面的歌迷。想看着导师，然后想听他们说话，想看每一个乐队表演，就不想让这场 party 结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始终要告别了，然后实在舍不得吧，还是舍不得。马云诗人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马云诗人离开月下三之后，下一个计划就是完成下张专辑，然后好好的做音乐。那最后给我们打个板吧。马云诗人乐队夏天第三季最后一次采访，打板。